概16款的新款的搭配，还有跟一些我们平常收集的超完款，然后一起混搭给大家。然后我们今天步调会比较快一些，因为我是密比较密集一些。然后我今天先第一开始穿的是我们卖最好的舒逸款的直筒的牛仔裤，然后牛仔裤它有4个颜色，然后我就是找2颜色是大家最喜欢的，基本上卖最好的是复古蓝还有黑色。然后这一款我觉得它非常舒服，因为夏天你穿的牛仔裤完全不用担心它就是会有点卡档啊，或是闷热，就是完全通勤族会很喜欢，闷热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然后它的高腰的地方呢是到肚脐的上方，所以它完全会包臀。Hello， 嗨。然后它下面是直筒的，它最下面的地方，因为它卖场没有男款。就是比较类似的感觉，都是直筒裤，然后一样都是弹性很好，它是弹力裤的感觉。它就是这个地方，我等一下会往后退让你看一下，它的牛仔裤是比较弹力的，然后臀部的地方它就是比较加宽，所以它会完全在这个地方完全包臀。然后它的这个牌子也很漂亮，皮标的部分质感做得很好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复古蓝跟黑色，然后它其实有其他颜色，你们也可以参考。然后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下摆地方，然后它会有做一点毛边。它两款，一款是发棍，名字是发棍款的，一样这两款都是直筒高腰的款式。它最好分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是毛边，我这款是毛边的。毛边我觉得夏天穿就感觉蛮有氛围的。这一款呢，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我现在配的这个是新款，本周新款，它就是圆领的 T 恤，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地方是这个交错的地方，这个款式啊，会让就是如果臀比较宽的朋友会非常有安全感，然后旁边做卷边的设计，它就是很舒服的 T 恤，然后你现在看的时候，你不会看出来它有材质的舒服的感觉，因为它是金属棉，它非常舒服，所以第一个它凉感，然后第二个呢。它也比较耐操，就是不用担心起毛球什么的部分，穿起来很舒服。然后它的剪裁，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我们那种夏天快到，可是小肚腩还没有减肥成功的朋友，它就刚好可以遮住。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合身的窄裙啊，或是长裙，像今年很流行的缎光裙，就可以配这种款式，可以去稍微遮这个地方。遮刚好，然后下面直接剪接一个你喜欢的下身，然后短裤穿一搭也可以。然后我之后还会就分享不同的穿搭方式。那我今天搭配是这个牛仔裤，它自然就会有一个造型在这边，就会感觉比较时髦，会比较活泼一些些。这个弹性裤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舒服，就是你会真的舍不得脱，所以上面我都有备注。这一款就是对我来讲是，会舍不得脱下来，还有舍不得洗的牛仔裤，因为它真的很好搭，你会很想每天都去穿搭。那它刚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收起来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本身它的那个版型的部分啊，会让人家觉得我觉得蛮显瘦的。然后下摆部分又是直筒的，所以小腿肌的朋友，担心小腿肌的朋友，你都不用担心。OK， 再来是。黑色的话，下面也是要做这样的造型，然后我一样穿这个颜色给你们看。他们的那个皮标做的质感很好，也很好摸，然后它的弹力，近看它是有点斜纹不妙的，然后弹力会让你觉得很惊艳，就是它是很舒服的那种弹力牛仔，然后看起来很显瘦。
我先穿黑色这一款，然后搭配敲完款的款式给你看。必备的这种洞洞的针织呢，它这个很舒服，你可以近看一下它的材质，然后颜色你们看一下，它是非常舒服。然后我等一下穿完牛仔裤搭配之后，让你们看一下颜色跟里面小可爱搭配的感觉。然后后面我们还会搭，你们家里的话一定都会有细肩带的那种长裙，直接搭配也会很漂亮，因为可以去像海边啊度假的时候都很适合，那平常穿搭也很好看。那黑色的话，像这种会建议就直接搭配黑色的细肩带，那其他的话我都是搭配白色的。等我一下哦。现在搭配是这个白色的，然后它是有点宽松的，然后它比较短版，大概在裤头的上方这个地方，有点松的，微松的感觉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尺寸的部分。上面都有衣长跟胸宽，我觉得很好搭配。你下面可以直接搭长裙里面配细肩带洋装都 OK， 很方便搭，就是套上去好，它这样微松的，松松的感觉。那我搭配乐福鞋给你看，这就很适合上班的时候也可以搭配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白色会比较亮一点点，就是我本身是很喜欢那种针织的感觉，就会有一种夏天来了很舒服。是绿色或绿色，它墨绿色的话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，然后可是它本身是看起来比较有气质的，所以这一款呢，我会觉得等一下我会配个墨绿色的洋装，然后让你看一下搭配。敲完款，这一款呢已经断货了，它是很漂亮的那种断光感，然后里面有做一个这样子里衬，然后你穿的时候它就是有点微松感的感觉，但是它这一款就是它断货了，但是它还有最后的现货，喜欢的朋友就是搭配的话，等一下可以赶快就是在现货区可以参考。然后另外一款呢，我就是搭配最简单的那种细肩带洋装，然后两个搭配里面让大家看一下搭配感觉。
然后我里面搭配是这种细肩带洋装，然后好像有点微松的，我里面搭一个小背心，这样可以让你感觉一下。色系或是渐层式的穿搭，然后有一点点色差都没关系，看起来还是很漂亮。Okay, 然后我穿黑色，你们看哦。黑色就是会有一点点性感，我建议就是配洋桶色系黑色，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渐层，就是明对比性比较不会那么强，然后它就有点未落线，然后往后那一点，我觉得它就是会有点危险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性感一些的感觉。然后我下面这个细肩带长裙今天晚上会上，然后再你们到时候再看。搭配短裤，如果夏天你不知道怎么搭的话，我觉得短裤牛仔短裤啊，或者是简单的棉麻短裤也超适合，因为去海岛国家最喜欢就是短裤嘛，短裙都 OK， 像那种细肩带洋装也 OK， 然后牛仔裤，还有呢这种的搭西装裤也很漂亮，你就是简单的自己搭配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再介绍。我要搭配刚刚的牛仔黑色牛仔裤，配最简单的针织。那这款针织呢，它呢材质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它是非常基础款的，有点微圆领，可是它是比较高一点点，其实有点像船领的感觉。然后它下摆是有点微收，就是很正规，但它的针织材质就是还蛮舒服的，就我觉得很喜欢，然后有不同颜色。还有翘腕款的衬衫，然后一起搭配直筒的黑色直筒裤给你看。这个船领的，因为有点微微的小小的圆领嘛，那它这个地方，你看它透光度，我觉得还 OK， 我觉得很喜欢，只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飞鼠袖，可是它也不会很夸张，然后整体是圆弧状的，超适合上班的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材质在针织里面我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它有一点点冰丝，可是它是冰丝里面它带一点棉，所以它材质很好，很舒服，然后弹性什么各方面都很舒服，不用担心。然后你可以折给你看，因为它下面有缩口。那一般的话，有时候我就直接这样照它这个缩口穿。然后或者是
对百搭款都完全没关系，然后一样有很多颜色你可以参考。OK， 今天会把所有直播清单都给你们看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然后它这种搭法，可能每一次我搭的感觉都会希望还是会有点微微的不一样。然后因为黑色，我觉得搭每天都一定会，基本上衣柜里面都已经有黑色单品了，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少会拿黄色或是红色啊，或是今年流行的比较亮的蓝色或绿色去搭配。如果今天先拿一个比较淡色的黄色的，就有点不到鹅黄，可是它这个黄色非常漂亮。那搭黑色其实我觉得会很显气质，就会有种欧尼感，然后整体看起来很干净，然后往后退让人感觉一下。但是它是很基本款的那种西装外套，它是雪纺的，然后所以夏天穿也会很凉，然后很简单，然后有口袋 ，OK， 比较舒服的那种款式。基础款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搭配问题的。这个又回来了，所以这个啊，裤长就是我们特别加长，然后它这个臀部地方也是加长，宽一公分，所以它这个基本上 CP 值很高之外，我觉得超显瘦。但我个子比较小一点，我大概15556左右，对我来讲偏长，可是呢，我就会搭比较厚底的小白鞋，或是一点点像穆勒拖鞋，然后一点点跟的这种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因为重点是个子小，就是想要看起来高一点点，看起来高的话，其实就会看起来比较显瘦。好，然后再来新款的，这个最近天气准备要发热，开始这种断光的净奢系列呢，非常的发烧。然后这几天都我看到我 PO 的是那个背心式的。但是大家看它选选择，因为这是新款，但是有点美肩的，我等一下穿给大家看。这种都是必搭夏天必搭款式，然后很推荐朋友可以参考那个颜色。然后你有穿的背心式的也非常漂亮，在上次的直播里面也可以供你们参考。然后今天就是搭这个，我就知道这个新出的颜色里面最特别，这种宝石绿，我就穿给你们看。只要这个绿色 OK， 我怎么样？里面其他所有颜色都超美，你们完全不用担心。然后它的里面的里衬也很舒服，因为它里衬呢是做到这边的，就整体看起来就分量感还蛮够的，所以你穿起来你就会觉得它的质感不差。好，等一下，顺一下那个基本款，它是有点美肩挑错的，背面是这样，看到这个很美，然后那个地方是这样子交错，所以我觉得
很简单，可是它又完全不露，而且它最棒的地方就是那个副乳这个地方，夏天最怕的这个地方挤的这个东西都会好好的遮住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它尺寸上面的话也都很有点微松感这样子。那我就是直接小小的扎给你看，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整体感。整体感会感觉很舒服之外呢，它这个后面的裤子是松紧的，然后里面的话我都直接搭配无痕内裤，灰色的或肤色的我觉得就 OK 了。然后你怕上班透或是去外面透光或是太阳底下呢，我会建议跟我一样直接买卖场里面的肤色的打底裤，就非常方便，因为白色实在太好搭，而且整体感会看起来很干净，就是任何你害怕的颜色穿上去配白色、黑色都没问题。OK， 好，我继续往下穿给你看。这个罩衫呢，罩衫系列呢，我等一下会配另外一种感觉给你看，然后直接搭配这小背心，然后让你们完全看出来它的版型，还有侧边的绑绳。然后整体的透视感，等一下，就是会有一种天使的感觉，就是很颜色很简单、很干净、很亮。那里面想要怎么搭都 OK， 或是最简单的牛仔裤也可以。然后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是微这种透肤式的，有点光泽感，这其实很适合夏天穿搭那种防晒，稍微挡挡光这样子。它侧边的地方是绑绳的，然后我等一下往后推让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穿绿色给你们看哦。这种蓝绿色有点像薄荷绿，我往后推一点，让我们看一下感觉，很美。好，敲完款新的，这个是比较新的款式，然后比较特别。它是有一点点提花，然后它是棉麻材质，上面会有印花跟提花在上面，很漂亮，质感很好。然后我觉得有点度假感。然后我本身的话，我今天给你穿看，它比较像是我现在大概这个颜色，你看远看的话感觉颜色比较深，但其他差不多是这个颜色，感觉蛮美的。然后大家可以到我官网上看它的，它上面是有绑绳的，然后这边是有内扣。然后我等一下搭给你们看，那我每个人身材不同，像我个子比较小，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穿搭，然后我穿给大家看哦。
到这件第一件事，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地方形状不太一样。那如果像譬如说我的个子比较小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就会有这种听额颈，就是这个地方会立刻变瘦变小，然后它是有点垂感的，很美。嗯，罩衫，那基本上它的官网上面，它就是直接这样子穿搭，直接绑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。那它就有点垂垂的，有点慵懒的感觉。这个是绝对每个人都可以的，它就是直接把它往交错绕，然后把这个绳子绕到最后一圈，它直接绕再绕往前绑就可以了。就是很简单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可能真的比较想在海岛啊或什么的，你要合身一点，有时候我这个可能会折里面一点，那你这边会有个洞口嘛，这个你可以窄一点，一样是用绑的方式，就绑比较紧，所以看你们的感觉喜欢都可以。像刚刚第一个绑的方式，这个的话是先绑个结，然后之后剩下来是直接绕。是很漂亮的罩衫，然后它是带一点点中式的那种微微的日系那种提花感，很美很柔。新的款式，这个会比较霸气一点、帅气一点那种风格。它就是这个的话，就是如果懒得带饰品的朋友，这一款的话就可以，它本身这边胸口做一个这样的吊饰，然后呢，它的版型是一点点直筒的，它是顺下来，然后还有附一个这个细绳，然后一样配，因为它的。上面图片是搭配牛仔裤，然后我是搭配这个西装白裤，你们看，就是随便简单的搭配都可以，扎入跟直接绑都好看，因为它非常基础的话，然后它这个整体就会比较有造型的感觉。那你等我一下，哦，这边有点做小垫肩，然后这边会有点垂垂的，这些个饰品在这边的感觉，就是很时髦。然后这个绳子呢，你可以挂在里面，旁边其实有这个洞口，然后你怕掉的朋友就扣在里面。那因为像我个子比较小，我喜欢细高一点，所以我都会直接系在外面。然后因为它黑黑的，所以我就是基本上系到我的位置，然后往后给你看一下。这一件穿起来非常显瘦，尤其这一件很推荐给头比较大的朋友，就像我的话，这个地方会比较平一点点，比较宽。这个是，有小垫肩，立刻我觉得头会变小一些些，但是垫肩也不能过大。然后以我测试，因为我垫肩非常挑，因为我个子很小，然后肩膀也不是很宽，我大概33、34左右，
所以我穿这个就是还蛮容易撑不起来的，但是这件很 OK， 然后穿起来又显瘦。然后这个是绑绳嘛，然后把它拆掉，直接扎起来也可以，把它变短的上衣。件刚刚牛仔黑色牛仔裤漏穿的一件直条纹的衬衫，那一件衬衫呢，我觉得它版型非常挺，然后扎跟不扎都好看，它非常是，我猜它是有点男友衬衫那种微松微松感。这款呢有两个颜色，我里面一样穿基础款的小背心，很可爱。它的就是有点就是微微的男友风，然后它是比较宽松的感觉。我往后站，你们可以看它的侧边的线条，这个地方，你看它的地方其实是有一点点修整的，它是直纹的，就超级无敌，就是我觉得很上镜这个。所以看起来立刻觉得还就是还蛮时髦的衬衫的感觉，然后我下面配穆勒鞋，对不起，乐福鞋，这完全就是上班 look， 完全不用担心，再配个西装外套，然后如果凉一点点的话，你可以配皮外套，然后全部扎进去，全部扎进去很简单，但我自己就是非常懒，基本上扣好。还有别的方式让我觉得，像现在我很喜欢用的方式，原因是它这个你如果突然想要重扎，去厕所，你就是完全不用就是比较不用烦恼扎的感觉，很简单。配仔裙、牛仔裤、西装裤，我现在是配牛仔裤，也都很 OK。漂亮的套装，这个套装系列呢，它已经之前是有粉红色，然后它现在是新出的这个颜色，很漂亮。这个东方人穿就是立刻会有这种茶歇感，就立刻会很有气质、欧米感的感觉。那它整体氛围，它是有那种做比较天丝感的衬衫，很凉，然后是雾面的，也不太会透，然后它的颜色又浅浅的，很舒服。就是你会摸到皮肤，会觉得它凉凉的，很舒服的感觉。那基本上我测试，基本上我穿内裤，亮色一点都还 OK， 因为里面有做内衬，然后只要不要太夸张的，基本上我都 OK。那如果很担心朋友在家自己家内搭裤、打底裤，卖场没有卖，好吗？好，我就穿给你看，因为这件超美的。颜色很漂亮，它就是会有点丝绸感。我觉得现在就是赶上我们现在是很搭很喜欢的老前锋跟金蛇缝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会比较像金蛇款，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特别怎么样。可是你近看就知道这个衬衫的材质会跟一般衬衫材质不太一样，然后暗暗内含光感觉很漂亮。
后亮，然后往后面，然后它就是会有微松感。然后衬衫也可以直接单穿，它其实是有造型的。好 ，OK。然后我到旁边，就是它真的很舒服。然后如果你自己想要系个腰带也很漂亮。然后我现在完全把这个扎进去，让你看一下下半身，它布的短裤后面松紧带，然后它整体感，如果你塞进去的话也很漂亮。就是整体感，我觉得同色系就是会看起来质感很好。这个的话就是很适合戴个小小的珍珠什么的，很简单，可以搭。很美，这个真的需要本人看到你才会知道它的材质是真的不错的。然后给你看后面礼包的松紧带。很舒服，两个颜色都很漂亮。最后面，这个我再穿这个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两款的西装外套，这一款很烦恼，因为榛果色真的特别受欢迎，它是比较特别，它是比一般的奶茶色跟咖啡色，它介于有点奶茶咖啡，又不是真的咖啡色。它是会有点榛果色，然后它上面这边会有个吊牌，我等一下会给你介绍给大家。然后这一款西装整套穿给你们看，因为它的裤子呢，大家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一起介绍给大家。介绍蛮多次的，它是有点米杏色，然后它有布外套的话有两款，一款是黑扣的，一个是金扣，然后它们其实是同个布料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可以直接互相搭配的。但是因为金扣也快要断货了，所以你们喜欢的部分还在看的朋友，我这边马上跟你们说明，因为有新款，它新款是这边都没有任何造型，然后旁边侧边是有一块做不规则的剪裁的，然后我再直接到首页，我们的 IG 我影片都有拍给大家看。那两款因为很多朋友是买了新的款，然后后来回购这一款，那布料其实一样，它非常 CP 值很高，然后你们拿到绝对不会失望的那一种材质，然后它是有点斜纹布的西装，比外面一般的西装布我觉得再厚一些些，然后穿起来版型是有点一点点微松，它这边其实有做了个垫肩，所以对于想要看起来显瘦有点是圆身的朋友们，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可以入一件试试看。那这一款呢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附配窄管的西装裤，那也有附像我现在穿的这个，那这款呢后面是松紧带的，这个已经卖了第五年了，这个材质跟弹性还有版型我觉得还蛮受大家欢迎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。它就是有点落地裤的感觉，非常友善。第一个就是你会看起来腿比较长之外呢，臀部的地方都有加宽大概1公分，所以高腰完全没有担心，又是弹性的，所以很好驾驭。让我们感觉一下，
上班非常好搭，而且你可以互相混搭。你想要稍微看起来比较就是轻松休闲一点，这一款就可以直接配牛仔短裤跟牛仔长裤，都很好看，很美。那你要想自己搭配也好看。好，然后我穿针对色的西装给大家看。微中腰的裤子，大概在我肚脐地方，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我穿的裤子偏小，我穿的是 M， 它臀型做蛮美的，可它是中腰的裤子，所以穿的位置会比刚刚的裤子还要再低一点点，它是小脚裤，它是一般的收管的窄管裤。那西装裤这一款呢，就是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是。平常穿 X 这款一定要穿 M， 就是偏小。然后呢，它就是习惯那种腰，然后它质感，它这个地方是做这种亮片式的，这边有个标语，就是它的招牌的感觉。然后榛果色颜色就是很漂亮，而且比较特别一些些。那因为它那个布料比较特别，所以它短货已经短货两次了。所以喜欢的朋友就是尽量赶上我们这个。定做尺寸数量的部分，你们才会快点拿到。那这一次呢，尺寸的话大概X 号已经停产了，所以大家喜欢的话，因为我偏个子小，那我本身的话这一款就是偏小，所以我的话我要穿的 M。如果真的特别小只的朋友，这一款可以穿 S 的，要赶快手脚宽一点，因为它真的没有了。还有 XL 也已经断货，所以。我们做最后的数量，在上面我会设定限购数量，所以你们喜欢的朋友们赶上最后一班车，因为它这个榛果色真的是觉得质感好，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穿。衫就是刚刚针织洞洞衫，然后搭配那个洋装给你看。我们刚客人朋友有询问这一款呢，就是它是这种细肩带的，然后它弹力很大，那可是它偏贴身。所以大家喜欢的话，要考稍微看一下尺寸啊，弹力是那种弹力棉的，然后针织的部分是这一件，好，然后我明天会付给大家直播清单给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有需要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私讯我们，晚安。